这里有几个图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跟也是对号入座哈，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法官去批判孩子做的对还是不对呢？还是警察专门去抓他们的错，catch them do wrong 啊，要给他们发票，给他们那个规矩的问题，还是做一个律师要跟他们去？对着干，说你这个对还是不对，然后跟他去争论呢？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要做一个啦啦队队长，来提升鼓励赞赏我们的孩子？当然是正确诚恳的去赞赏，不是花言巧语的，不是虚伪的赞赏。而且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coach。一个教练，我们常有很多学习说怎么做一个教练形式的父母亲去教练，不是你下去帮他做他的功课，帮他穿衣服，而是教他怎么去起来，跌倒了怎么起来，跌倒了然后做了要穿衣服怎么做？当然，在教练去教他们帮他们的时候，我们用的功夫会加倍比较多。可是是值得去投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也建立我们这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希望不要做左边的，能够多做右边的。所以在这一本很好的一本书，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是 Biblical Parenting 合乎圣经教导的一个做父母亲的角色，建立跟孩子的关系。按着他们的年龄，我们的角色会有不一样。可是重点都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有信任的一个亲子关系。而且这个亲子关系呢，我把这个关系放得非常强调，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关系就没关系了。所以任何家里面的问题，工作也是哈，教会也是，任何家里面你想到的冲突跟问题。什么都要先从好的关系开始，你没有好的关系就没有好的基础，解决什么的问题都很费劲，就没有这个 speed of trust，就没有这个信任的速度，就非常累。所以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建立我们的关系。所以在孩子从出生到5个月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就是要去照顾他们。这个时候，你给他的身心灵。很直接表现的爱呢，就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给他的安全感，对你的信任，就开始前面这几个月生命里面很宝贵的跟你的 bonding 很丰富的爱跟关怀，很直接的按着说，他要吃的、睡的、清理的，都是很直接的成为一个照顾者。6个月到2岁半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训练者。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学习很多新的生活的技巧，怎么去爬起来，怎么去走路，怎么去玩玩具，让我们呢很有耐心、信心、爱心，也很有热心的去仔细的告诉孩子，教他们。所以我们的角色是一个训练者，在这2岁半的年龄当中，让他们学习。怎么去顺服？应该是界限清楚，有怎么样规定？不要随便去把手指头放在这个电源当中，或是去把火打开，这些都要很容易教他们界限，让他们学习。做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都有一个后果，这个从小就知道了，让他们也从他们学习当中负责任。从3岁到11岁呢，我们就很直接的跟他们做老师。我刚刚也说，我们也是他们的同学。那当然，我们比较成熟，我们也要帮助他们成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也是在家里面是他们第一个人生的学校。那父母亲要教导孩子的时候呢，都当然要按着圣经的真理跟原则。不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看法，而是圣经。我们刚刚几位老师也提到了，从圣经里面有神三位一体给我们，不是我们的助教，我们是神的助教哈。神圣灵正是我们的导师跟老师，
所以我们怎么去助理啊，助教来帮助孩子明白圣经里面的原则，让他们能够去持守。因为我们自己父母亲不只是言教，也是有身教来去讲得出来，自己也做得出，也能够做得出来哈，让他们很清楚明白真理就是真理。不能够去模糊的哈，不是模棱两可的。然后怎么去活出来，让他们就清楚明白正式的价值观，怎么去塑造他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现在这个社会的气氛，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世界观跟媒体的影响，让我们很多认为很清楚黑白的一男一女的婚姻，一生一世的。一夫一妻的这个是很明显，圣经说的，可是就变成很模糊，就说各样的可能性都可以。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3岁到11岁的时候，让孩子很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合乎圣经的。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12岁到19岁的时候，也是最很挑战我们，然后也是我们下面更多了解的青少年。时期，我们怎么做？刚刚说的教练，不要帮他们去解决问题，坐直升机家长，而是怎么在旁边去告诉他们，帮助他们明白。然后，因为过去这三个阶段的投资，到现在呢，他们应该要在我们刚刚那条线上越来越独立成熟，往上去了，就要学会怎么去分辨。帮助他们去做决定，我们就少去做直升机家长。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就清楚明白这个原则。然后，当然，我们不是过去都有这样的投资的话，我们就有各样不同的一些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哈。最后呢，在20岁以后的就做朋友，怎么继续跟他们分享生命、分享喜乐、难题？Do life together，能够进入他们的生命。像我们昨天晚上提早庆祝我们的新年，孩子来，我们吃火锅，有4个多小时很美好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分享最近做什么、看什么剧，跟我们讲很多详细，太高兴了。我们就能够进入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的好朋友。就是他们30岁了，我们还是一个。很好的同学跟好的朋友，聆听他们生活上的事情。当我们跟孩子过很宝贵的时刻的时候，不是说唠叨做功课，不要上网，很多那些吩咐的事情，而是去珍惜我们生活里面的小小的、大小、大中小的事情，怎么去一起来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这样的。亲子关系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避免失去跟孩子的信任，也是建立一个有正面、健康、信任的关系。好，我们老师们有什么一些回应？我想很快就是20岁以后是好朋友，是非常好、很美好的关系。可是这个朋友的关系，其实从一出生就开始渐渐建立了非常重要。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有个2岁半的外孙女，哇，什么话都会讲，什么都懂。那我女儿每一天给我们 FaceTime，那有一次我看得很清楚，她跟她妈妈两个在那边亲来亲去，亲来亲去。然后妈说 "I love you"，然后他又跟他妈妈说 "I love you too"，然后他还抬起头来跟他的爸说 "Daddy，I love you too"。2岁多啊，这个亲密的关系已经开始建立了，所以以后怎么会有问题？那绝对不会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说，一定要求圣灵给我们这个力量，因为我很早就说，哎呀，这是一个 perfect 的这个外孙女，其实 perfect 不 perfect，完全是神来在看。我们人是看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跟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圣灵告诉我，给了你一个 perfect 的外甥女，你要去帮忙建立起来，啊，谢谢。谢谢，琳娜老师，你是林牧师。谢谢怡定老师讲到这个父母的这个角色在跟孩子不同年龄里面的转变哈，其实有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因为在座的父母亲可能孩子都不同的年龄了哈，有一些我们做到了，有一些可能我们有些功课需要去弥补啊，
因为那个有一些我们落下了哈。不过我在想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知道的一些的原则，如果哪一些方面就是有一些落下，因为如果真的是我看到，我曾经也是看跟很多父母聊哈，就是说小的时候在训练期，这个孩子的这个顺服的能力没有训练起来呢，未来的话可能在这个教练期的时候你就很难教练他，因为咱们教练怎么无论如何也训练不好一个不顺服的队员，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是在这里我真的是提醒哈，在孩子们年幼的时候训练他们顺服的能力，这个真的是顺服是一切教导的开始，没有顺服就没有教导，无论是孩子也好，无论是我们成年人也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永远是孩子在顺服方面的一个榜样哈。我们能有多顺服神给我们的带领，孩子就可以学到顺服的功课。因为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给我们的心意去生活，那孩子们也不知道顺服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我是觉得孩子们年幼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时机训练孩子们顺服父母的保护，那接下来到青春期引导他们顺服神的带领，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因为我是看到很多青少年确实是父母落掉这一部分的时候很难带啦，这是我的一点提醒。好，谢谢。谢谢老师。林牧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我在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要给我孩子一个他们一生都很难有的经验或者经历。那就是他们，我说我小的时候我很怀念我可以到我的外祖母家，就好像讲明弟兄讲说他们能够跟这个外祖祖父祖母这样的。所以我说我跟我妻子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决定，那我们就跟三代同堂，把我爸爸妈妈跟包括我的妻子他的妈妈也放在一起哈。所以这或许是一个很太罗曼蒂克的这个我就想他们一早起来就有这个祖父祖母，唯一最大的问题然后就在他们这个6400天成长的过去，他们就是要看着我哈，我怎么样所谓的尊敬或者是顺服我的这个父母亲，然后我又这个所以我要说的是，孩子呢，他其实他也从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父母亲，学习他们的一个顺服，或者是跟父母亲的关系。所以的确哈，就是如果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父母亲在讲话啦，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婆婆或者是公公或者甚至岳父岳母的这样，孩子们听得很清楚，他们听得见，他也知道我们对他的态度，所以小心啊。坐直升机的父母他们心里面他其实讲说，我知道你的真正的你的本性哈，那你的这个的确有很多的提醒的地方。好，谢谢。谢谢老师们，我们时间也差不多，然后我们的确的刚说的那五个阶段都是一个一个建立上去的。肯定我们从小应该就可以跟孩子做好朋友，当然也是他们有尊严的一个父母亲。我也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们玩一个游戏，从小就跟他们玩这个游戏，就像刚刚蒋明老师说的，我们就说 I love you more than bigger than this house， 然后另外一个就说 I love you bigger than this town，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I love you bigger than the state， 我们就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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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说我爱你大于这一个局限的地方，然后城市州，然后整个国家，然后整个宇宙，就是说很有表达性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就成为我们一生里面很美好的一个回忆。